大家早，我们现在在台东机场，现在在这边等阿贝的飞机。阿贝好像他的飞机是8点到达台东机场。阿贝应该是坐这一台华信391的飞机。大家早安哦，我们现在在台东，这边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，但是真的蛮热的。大家好，这咱即马伫咧台东诶机场，然后咱即马伫咧加等阿伯回程机。对啊，在这边要多喝水，因为真的天气非常非常热。来到这边真的有点感觉到冲绳的感觉。阿伯坐飞机应该一下子就到台东了，但是我们昨天开车从9点多出发到台，中间有吃饭啊，走走停停，到台东已经6点了。所以从台北开到台东啊，真的是一段很远的距离哦。有一些市府官员会陪同阿伯来，因为阿伯在台东是有市政行程的。大家有来过台东机场吗？一起坐飞机懂嘞，好吧，希望下次可以陪阿伯去金门澎湖啊，然后去那边直播。刚才在机场里面已经看到有很多柯粉在那边等阿伯了，等一下我们也会走进去，因为8点的飞机应该快要到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往机场里面走哦。往机场里面走，看有没有其他的人。往好。机场里面的冷气蛮强的，这里面还蛮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有很多的柯粉哦，他们都是在这边要迎接阿伯。阿伯比较少来花东，所以这边的花东的柯粉啊，如果知道阿伯来这里的话，应该都是很开心的，可以让阿伯看看花东的景色啊。因为昨天开车一路的过程，就觉得花莲跟台东啊，海岸线还有山林线还有稻田都真的很漂亮哦。访问弟弟哦，好吧，我去访问一下小朋友。今年几岁？2岁半。弟弟现在是2岁半，是最小的柯粉，因为你看他还有穿那个大甲妈祖跟柯P的联名 T。 对，你几点就来这里等的？7点半就来这里等阿伯了，欸，真的是铁粉哦。等一下给阿伯抱抱一下好了。抱我或者是你抱起阿伯也可以。
OK， 妈妈说她的绰号是台东的严清标，是有点像小标哥的感觉了。阿贝加油！嗯，看哦，这有柯粉俱乐部花东总部的义工们都在这边等阿贝喽。刚才跟几个志工聊天的话，有的志工也真的是从台北啊、台中开车过来，真的蛮辛苦的。阿贝，等一下，那个下飞机之后出口应该是在这里。如果叫志工们都躲起来，然后等一下这个门一打开，阿伯看到只有一个小柯粉站在门前，不知道阿伯的会不会吓到。今天只要有公开行程，然后我们可以开直播的话，就会开着直播跟着阿伯哦。再过几天，六月二十九号就是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，那是在台东的鹿野，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台东玩哦，促进观光，然后多多消费。大家早，我们现在在台东的机场里面哦，等一下阿伯的飞机就会到达这里了，我们现在跟一些志工们在机场这边迎接他。也有一些志工拿一些台东的名产要给阿伯吃哦。请问那个是等一下要给阿伯的吗？哦、是是，那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莫名其妙就上镜头。没关系，那是你写给阿伯的卡片哦。对，这是我的。哦，对啊，这是他写给阿伯的卡片哦。你要念一下吗？好吧，我念一下好吧。致全台最辛苦的阿伯，因为你的理念与坚持，让我看见。
可以更好的台湾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你有强大的义勇军团，一起 fighting。 哇，这个人不止人漂亮，字也写得很漂亮，真的是很棒的志工哦。谢谢。那是那里面是什么礼物？哇，他有用那个木头烧了一个那个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的那个，可以放在阿伯的办公桌前哦。对对对。嗯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等一下，希望可以拍到他亲手送给阿伯的那个实况。哇，好兴奋哦，阿伯又快要来了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台东。小学时候来过台东之后，这应该是熊熊这辈子第二次来台东，然后这一次是从台北这样开车下来，沿路上真的是看到很多花东的那个美好很漂亮的风景。飞机好像降落了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等阿北哦。来到台东啊，就会想到以前那一首台语歌，就是《来去台东》，大家会唱吗？没有看到高频版版主，那个前面穿背心的应该是花东版的版主吧，因为他的背心上面有写版主。嗯，对，台东，来去台东，那首歌好像是这样唱的。你哪来台东，请你真少看，出名的一山，阁有一支就好山。是不是这样子唱啊？应该是吧。
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直播或留言或按赞哦，让我们的网络声量能够冲高。刚有问金牌，他好像也是开车来的，所以也是很辛苦，因为从台北开到台东啊，真的好远好远。电扶梯在动了，应该是有那个旅客要从电扶梯下来了。等一下应该是会先由柯粉送那个阿伯那个礼物纪念品，然后阿伯应该会跟这些志工们合照哦。今天阿伯有一些市政行程，然后好像也有一个行程是要演讲吧，还有就是会去拜访农夫，好像会去一个茶园哦。据说这一次来花东的市政人员好像有六七十个，所以是很大的一团哦。我们在手扶梯这边看看，看可不可以捕捉到阿伯从手扶梯下来的样子。大家分享、按赞，等一下突破300人，再抽出一位送出纪念品。弟也是在等阿伯哦，这就是弟弟的视弟弟的视角，从在这边看阿伯从上面走下来。开车来台东的时候，会发现台东的一些那个乡镇啊，都有种火龙果啊，有种甘蔗啊，然后也有种凤梨，所以这边真的产很多水果，还有西瓜也有。大家看到那个肉肉的小弟弟小妹妹是不是都会很想要偷捏他？好可爱。大家好，他是那个号称台东颜青标哦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好可爱的弟弟哦。
阿北应该快来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是不是有飞机啊？对，应该快要来了。哦，对，还有四家哦，因为我刚在台东的那个市中心也看到一些那个四家的那个装置艺术。昨天晚上有去一个台东市的一个地方，叫做铁花村，很漂亮哦。大家来台东的话，可以去铁花村逛逛。有没有人有去过的啊？快来了。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应该来了哦，应该阿伯来了哦，阿伯来了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哇，还有柯本搭飞机来了。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个是 TVBS 的记者李品仪，所以品仪也是搭飞机来的。啊，这台飞机好像坐了不少人，有很多要去那个绿岛的人啊，也是来台东这边搭飞机到台东，然后再坐船到绿岛兰屿这样子。哎，已经看到阿伯了，阿伯在上面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浅蓝色的衬衫，阿伯自己拿包包，有看到吗？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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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伯迎接阿伯，阿伯，阿伯来了，阿伯来了，哇，阿伯来了，给阿伯抱，哦，阿伯抱，阿伯抱，阿伯抱。哇，柯本要送东西，来，我们那个来，不好意思，来哦，这边给市长一下好不好？来。好来，哎，不是，你要送东西过去，送东西的，来要送东西，送东西，要打开给阿伯看吗？哇，拿出来看一下，哇，好来，一起合照一下，一起合照一下，这是马介意的，好来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帽檐拉高一点，不然暗暗的哦。好，下一位要送的准备，下一位还有人要送，还有一位。哎，那个卡片在。接一下，王市长接一下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前面，来来来，小姐，我们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好，来看这里。啊，还有吗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来。好，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的。柯本一起拍一张照片，好不好？柯本一起哦，大合照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摄影大家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合照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前面观众看不到？来，进来进来。来，我们副市长，哎，我这样拍给大家看哦。这个是我们志工们在大合照，那前面都是媒体哦。谢谢。让你跟市长来，这样子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大家一起看前面喽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你几个耶，耶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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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啊，签名，签名，签名，给阿妹。谢谢谢谢谢谢
好，我们签名最后一个，我们要市长。有弟弟合照到了，要一起吗？一起吗？一起抱抱一下。这个才两两多。他说他是台东年轻标哦，台东年轻标。台东。阿伯抱一下，阿伯抱一下，哇，阿伯抱哇。好重，好。阿伯，等一下应该是要去台东大学吧？没有，没办法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然后那个工具收一收，然后我们等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到下一个地点哦，好像是一个有机茶园，到那边再开直播跟大家见面哦。大家待会见，拜拜。